还是怎样？真的不知道。上网查。房子太高了，分不到。你在加压的。对啊，棒子吧。房子太高。他吹到了。感觉又不是啊，看一下，脚踏车应该。某种设计。不晓得，那个是挡起来是在干嘛？让你摔倒。他为什么？他有一个斜坡。